老公出现了。在上班呢、啊。你们是很奇妙的一个友谊耶，是你先开始的。对。啊，他来我们家吃饭了、啊，又来我们家吃饭了、啊。带小孩一起过来玩。就是我之前在戏剧演出里面曾经扮演蛮多次就是视障的角色。忙到外头的林心如，今天的焦点呢、啊、放在担任爱无限公益大使上。她趁着制作主演的连续剧《华灯初上》刚好没戏拍，才请假到场。最近开学，每个月她还得上三天整天的硕专班课程，要怪啊就怪一天每48小时啦。分多少时间给老公跟小孩呢？下班时间呢？比如说要等夜戏，日戏完要等夜戏，我大概知道会有一些需要打灯的时间，我就赶紧回去陪女儿吃个饭，大概就一个小时。然后早上如果晚一点，上班的话，我就会先送她去上课，然后再去上班。会觉得在她就是最可以跟我们很亲密的时候，我很忙，我自己也觉得有一点愧对他，所以就会尽量多花时间给他。可是你陪他的时候，手机会一直响。我手机都是静音的，他在玩他的加加酒什么，我只是坐在旁边的那一种，我就会拿起来看。林志颖妈妈说：“你怎么没出现？你老公出现了，在上班呢、啊。”你们是很奇妙的一个友谊耶，是你先开始。他们有共同的朋友啊，让他们两个认识的。最早是因为对他们有一件事情，好像要互相问一下，然后就帮他们就交换了微信，然后他们自己联络那样。很好的典范啊。那么久了。娱乐动新闻，小时候的事情。报道。